企业家因为这条罪名进去了。某个地方的百强企业净资产16亿，这个老总姓沈，在沈阳的两家全资的子公司，全资子公司聘了一个会计，然后这个会计不合格，试用期间2个月开除了。会计有一天给这个沈总发了一个短信，说沈总，你 A 公司100万到 B 公司用超过一年都没有挪回来，你如果愿意给我50万，这个事儿就算了了，如果不愿意，你可以问问你的律师这是什么行为。沈总看这个短信笑笑，理都没理。所以现在这个沈总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铁岭坐监狱，判了6年有期徒刑，挪用资金罪，侵害了被挪出去公司的利益，这条罪名你还没有所得，你有所得要再加一条职务侵占，或者再加一个什么什么罪，再加一个什么什么罪，但是你没有所得，你说我就是把公司的钱那么挪，我什么都没所得，你没所得，你已经犯罪了。所以这条罪是最特别莫名其妙和特别无意识就会出现的罪。所以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个东西是隐藏性特别强的一个罪行，大家有时间可以